だね。그래서봤다아웃패드사는거면은뭐다쓸수있고하나아대님한번다도사는거에이뭔일까민공민대를사는거잘부르고
是老成都的茶馆。
不得了，怎么打的那个手都鸡蛋。1918年，四川军政当局以团结尚武为号召，在花卉举行首次全省打擂。从1922年起，还开设了女子打擂和少年组打擂。打擂获胜者不仅会获得证书，还会被分别授予金章、银章、蓝章。因此，擂台赛又俗称打金章。Thank you.
1918年，四川军政当局以团结上武为号召，在华会举行首次全省党擂。从1922年起，还开设了女子党擂和少年组党擂。打擂获胜者不仅获得证书，还会被分别授予金章、银章、蓝章。因此，擂台赛又俗称打金章。廊桥飘香，
这边成都有名的啥，这个是那啥喝茶的地方。看看这一片都是后座的啊，这小人都是手缝的啊，我也会缝。然后你看这头发呢，全都缝的啊。难看。你看看吃啥，吃啥？你看都啥茶？都啥茶？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当时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来吃，都可以找，都可以找，想办事儿。但是你这一麻将。
麻将。哎，我爷爷那个麻将才小，那个竹子麻将。竹子片片做的。刚刚开始就是竹子的哈。是吗？竹片片。刚刚开始就是竹子麻将。以前不是。Thank you.
西市。成都的谚语中有一市居民半茶客之说，成都茶馆之多堪称全国之首。早在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称其为喝茶沙龙。除了在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化解纠纷之外，人们还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糟蹋人物、品尝戏文。茶铺闲聊是市民社会交往的方式，茶水让人敞开胸怀，凝聚共识。观念的交融，公民的觉醒，均离不开这公共场所的发酵。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泡在茶汤里的城市。成都老茶铺的故事和茶馆文化，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明白的。现在正写到同志会成立的那一天。哦，那天说我是参加过来的，来给我看看。24军又在拉夫了，不管你啥子人，见了就拉。长顺街啊，拉得路断人稀，好多铺子都关了门。人力车不是已经没得了？哪里还有车子的影子？拉夫是首先就拉车子，随后才拉大空手的。今天拉得凶，连买菜的、连铺家户的徒弟都拉。一定是东道战事紧急，24军要开拔复原，所以啊，才有这样凶的拉夫。光是拉夫啊，也还在里。可最恶的呀，大帮兵溜子借此生财，明明夫子已经满额了，他们还遍地拉人，并且专拉一些啊。一律周镇的人，精灵的赶快塞点钱，你就快把钱都献，他便放了你。嘿，要是身上不得钱，一拉进营房啊，就只好托人走路子。像排长、像军事竞才熟人，那花费就大了。这哪儿是拉夫嘛，简直是半克拉猪肉了。我们吴家那个老营长拉条，托的人一直赶到资阳，花了100多块钱才把人取回来。不是啊，你已经脱钩了，虽没有台没有条，只是轻手轻脚跟到走。但是教书的人，哎，又是老鸦片烟瘾，身上又没得钱，你们想？最近的是经理也喜欢你，你的有些下江人啊，爱挖苦我们成都人身在大后方，只晓得做茶馆顾小家的穿好子。那龟儿子简直是大胡乱说。1931年918事变一发生啊，成都老百姓啊就晓得抗日救亡了。300多个团体啊，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全市反日大会，全市停止一切娱乐，国旗下半旗，以示国辱。30多万人的成都啊，参加示威游行的就有50000多人。王老板说的对，成都人硬是爱国。抗日热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成都连小学娃娃都组成救国童子军，演过花甲的老太婆老头组成中华白发扶兰团，各界民众多次举行大会和游行，这些我都采访报道过。其实啊，四川哪个小县城乡坝头不一样爱国嘛？我们小小的简阳县，老百姓1-2万人上街游行，贴红布标语。我外公80多岁了，他说啊，这个是简阳县从没有过的事，他都摇摇晃晃的挤到队伍头，扯起喉咙跟到吼了半天。
今年真怪啊，听老年人说起来啊，也说成都啊40多年没得像今年这样冷过。照规矩啊，在赶青羊的时节是应该穿福州夹衫儿，那折扇的，今年还要穿狐皮，还要像火。像今天这样晴和，能坐在这儿吃茶，差不多啊，半个月以来啊，说没得了哟。哎，今年重庆也落了雪，并且前后三天，天色到底也有大变动嘞，与人是一样。老婆，你可记得辛亥年才有这少城公园时是啥光景？如今25年，变得还有点痕迹吗？你提起了辛亥年的事，恰好啊，我打算把那年的变动啊写一个大概出来，只是材料不太够，光凭记忆啊，不要又弄成鬼大头的反正前后，那才糟糕嘞。你说到反正前后，我好像看过一眼这本书，鬼大头把20年后的思想行动深深地装在纳斯人的脑里身上，说不定啊，就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是我们不懂，不懂的就不谈了，哥。我只问你，要写的，你做收了不成？写是写了一点，这藤包里是啥子？就是不成片段的稿子。写的有同志会吗？那是骨干，现在正写到同志会成立的那一天。哦，那天说我是参加过来的，让我看看。二十四军又在拉夫了，为啥子见了就拉？长春干拉点路队还能洗，好多路子都关了门，人力车不是已经没得了？哪里还有车子的影子？拉夫是首先就拉车子，随后才拉大空手的。今天拉的凶，连买菜的，连铺家户的土地都拉。一定是东路。二十四军要开拔夫源。才有这样凶的拉夫，光是拉夫啊，你还在这里最恶劣，他们兵六子，今天是生财，明明就是一个懒惰了，他们还骗你拉人，并且赚了一些啊，一笔坐镇的人，精明的，赶快塞点钱，你就快拿钱了去，他便放了你。嘿，要是身上没钱，一拿金银房，就只好托人走路子。像排长像军事竞赛似的，他话没说完，我的人一直看到这样，花了100多块钱才把人娶了。
大韩民国四川军政府。